楠楠，啊，那个家里户口本在哪儿啊？你找户口本干什么呀？你别问了，快告诉我在哪儿。就在那个我那边那个床头柜的抽屉里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。不是，你找户口本到底干什么用啊？啊，好了，没什么了，我挂了啊。喂，妈。莹莹，那个家里户口本你放哪儿了？户口本？你要户口本干嘛呀？啊，那个居委会说要做那个人口普查，要看户口本。户口本我上次有点事用了一下，我忘在公司忘拿了。那你记得尽快拿回来啊。哦，那我挂了啊。谈的不好啊，都是让你们这帮人说的，我跟你说的我都不会了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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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是他们俩说的，说你不会了。你还有你也没少说。我跟你说，我记仇啊。我没说，我没说。哟，哎，谢谢。他的可真棒。我的呢？看没看见？我有粉丝了啊。你有水啊？哎，兄弟们，要不今天咱们撤吧？撤吧。啊？这么早啊？撤吧，撤吧。再排吧。今天好吗？效果好。要不明天再接着来吧。那撤了。那都撤。行。那我走了。明天别迟到了。哎呀，可可。啊。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呀？没有。嗨，没事，走了，拜拜，明天见啊。可可姐姐，你的水。哎，谢谢啊。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肚子疼可不能大意，你得赶紧回家好好歇着。还是疼得厉害呀？没事，好多了。哎，我有个同学在医院当护士，上次给我开了一个止痛经的药，可管用了。是吗？哪家医院呀？叫阜英医院。哎，你去找他吧，他上次那个药啊可管用了，我忘了叫什么名儿了。哎，这样我把他电话给你吧。这样，你发在我手机上吧。啊，行，谢谢你啊，小司。嗯，拜拜。不什么大事。喂，我刚才把你电话给了一女的，我估计啊，她一会儿就去你那医院了。谁啊？就是乐队那女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她要真的去了，你帮我盯着点，看什么情况。好的。搞的啊！我拖了半天的人，好不容易把凡凡的幼儿园报上了名，你们怎么都给退了？退了？不可能的事，你听谁说的？哎呀，张姐打电话跟我说，我才知道的。人家觉得我们这家人有点莫名其妙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刘翠远搞的鬼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了。难怪他昨天管我要户口本，还跟我说什么人口普查。
我妈怎么这么过分啊？可可姐，哎，喝水。好，谢谢。可可姐，你不用跟我客气，小四都跟我说了，他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我这也确实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，你还是赶快去上班吧。啊，那行，我去忙，有事你随时叫我。好嘞，好，嗯。结果出来了，是怀上了。不会弄错吧？不会的，胎心都有了，还能有错？什么是胎心啊？你怀孕都快两个月了。今晚上吃什么呀？吃鲍鱼吗？有钱吗你？吃鲍鱼？吃鲍鱼？我是大头鲍。喂，小四啊，你猜的没错，她呀怀孕都快两个多月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哎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过去给你电话。哟，跑这么远接电话，男朋友吧？不是，我妈。理解理解。哎，我们下次叫可可一起吃饭吧，我还从来没跟姐姐一起喝过酒呢。可可以前啊，老跟我混一块儿，就现在结婚了。等全国巡演的时候吧，有的是机会，到时候看我们怎么把他灌倒。你到底在搞什么呀？干嘛呢？有什么事好好说，别甩甩打打的。你问问妈吧，你问问我妈到底在干了什么，拿户口。哎，对了，妈，那天你说你找家里的户口本干什么用啊？哦，原来你知道妈找户口本的事儿，那你当时怎么不问问呀？你就任由你妈做主是不是？什么你妈你妈的，我妈就不是你妈了啊？好好说话行吗？我在幼儿园给帆帆报了名，现在妈全都给退了，我给人家送礼了，两瓶五粮液，两条软中华，我半个月的工资没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说什么说呀？托人托谁呀？是杨慧玲吗？是她又怎么样？谁有门路我就托谁。她是有门路，门路还大得很呢。你知道他把幼儿园找哪儿去了吗？翠林小区，他们家附近。他不诚心跟我抢帆帆吗？他不也是为了帆帆好吗？再说人家水利局的幼儿园条件多好啊，现在有多少人想把孩子往那里边送，还送不进去呢。孩子能进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，在起跑线就等于已经占了优势了。这些问题你能不能好好想一想吗？不就一个幼儿园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啊，我们楠楠当初还上的是厂里那小幼儿园呢，那儿的老师都是中学毕业呢，那不照样上名牌大学啊？不是，那能一样吗？你们那个时候不讲究也就算了，现在呢？你看看我同学家的那些孩子，人家上的都是私立的双语幼儿园，孩子才四五岁就已经能和老外对话了。那咱也上私立幼儿园？说的倒轻松，你知道上一私立幼儿园要花多少钱吗？哎，你不是在弄什么工程吗？一单要赚100多万呢。现在你又跟我说这种话，我搞工程的时候怎么不支持我呀？好了，妈妈，好好说，都好好说，行吗？什么事都让你妈做主，那都办好的事儿。礼白送了。莹莹，哎，都在这儿了，一个是楠楠的存折20万，另一个是我的6万。妈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你不能够给他。楠楠，哎，莹莹，这可是咱们全家的家底了哈。不是妈不支持你，你那工程那么大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妈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，我们合同都签了，
等到这笔钱一拿到手，咱们以后就再也不会为这点钱发愁了，是不是？谢谢你了，都不容易啊。喂，小布啊，啊，那个小司明天有时间吗？那好，那好，明天让他早点过来吧，让我们看看他。可可那边，我就说吧，就说你临时有事儿，对，对，把排练推迟了吧。喂，山野。啊，那个排练推迟两小时。推迟两个小时。那个是小布，小布临时有事儿。哦，行。那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可可，这个时候不能打电话，用这手机，对宝宝不好啊。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一会儿就打给你好吗？哎，好嘞。宝宝，你好吧。你就放心吧，又不是第一次给你干活了。是是是，不是，我是说吧，你说这个这条街上，这楼上楼下这好几百间呢，我怕你哪儿弄我得给人疏忽。嗨，李老板，您放心，这一间一间的我都给你干好了。好好好，啊啊，卖咱这一间啊。行行行，喂，啊，哎，莹莹，啊，您过去了啊，我马上过去，马上过去。叶老板，你们干这一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？应该知道，这木板地工活比料活重要，工活装的不好那也是白搭，啊，还是等铺完了再说吧，啊。那，您这意思是三五天以后给结了？三五天不行，三五天不行。哎，这活都干完了，这钱怎么又不结了？这地板铺完了，我总得用一阵子才知道好坏吧？是不是？我看呐。你们也别在这耽搁时间了啊！我忙，你们更忙。等你把剩下的木板全部都拉来铺完了，我就能彻底的看出好坏了。到时候呢，就把款一下给你们全结了，这不好吗？是不？这么大的盘子，我可真不敢有一点闪失。合同在呢，你怕什么呢？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要去一趟建委，那就不陪你们了啊。那个刘秘书啊，哎，给客人倒点茶。好。哎呦，爸，嗯，现在连工料还一共需要多少钱？我看至少得70万。真的不能跟周叔再说说，再赊一点货吗？这样，要不然工人的那个工钱晚一点再发。工人那个工钱倒可以拖一拖，老周那儿我去说说吧。兴许能少要点，不过至少得有50万的计划。50万？哎呀，闺女，咱这样，咱俩分分工。这边呢，你想想办法。你不是要弄什么仓库吗？嗯。我回去把咱那俩店盘出去，怎么着也能弄点钱。不行，爸，咱们家那个店不能盘出去。不行。这有什么不行的？现在是最要紧的时候，你过了这一关，咱们就翻身了，200万。什么都有，那也不行，尤其是咱们家那个窗帘店，我从小在那儿长大，我对那儿有感情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这样吧，您先回我们家去等着，我去想办法去借钱去。行了，小四，越谈越好了。这都是可可姐教了我很多呢，她怎么现在都还没来啊？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哎，不回事儿，兄弟们，这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。我觉得，怀疑可可好像是有了。有什么呀？你们都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不是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？什么你知道我知道？小司，你说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，我的一个护士同学说，可可前几天去医院做检查。天哪，天哪，肯定怀孕了。
可可肯定怀孕了。可可怀孕了，这马上巡演了，可不是吗？估计她是参加不了。哎，幸亏找小四。结婚生子，戴可可也算步入人生正轨了。什么人生正轨？人活着为什么？啊？我最烦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。哎，要不然就走别人的路，要不然就跟着别人的路走。活着干嘛？死了算了。别说他了，来，兄弟们再练一把吧。来，这次跟着我们合一下。你们凭什么剥夺我演出的权利啊？你们怎么知道我不能演出啊？我是怀孕了，怎么了？我是怀孕怎么了？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明天就去医院把这孩子打了。行啊，莹莹你，啊，几百万的活你都揽过来了。我呀，早知道你这么能干，可我没想到你这么能干。妈，你说人这一辈子才能有几次机会啊？凭什么别人住别墅、开宝马，咱们只有眼睁睁看着的份儿啊？其实我觉得这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在别的，就看你有没有胆量和魄力。这该搏的时候就一定得放手去搏一次，对不对？话是这么说呀。可是，如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拿出来，哎呀，谁赔得起呀？是，您说的这个道理呢，我也都懂。毕竟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，您说的这些后果我都考虑过。我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孩子着想呀。妈，我就这么跟您说吧，如果现在有人让我去炒股，告诉我能赚1000万，我绝对不会炒的，因为那件事儿风险太大。可是咱们这个不一样啊，咱们这个就是踏踏实实的干活挣钱，能有什么风险啊？只不过我现在手头的启动资金不太够而已。这倒是。妈，您现在要是手里有50万，您就先借给我，就当您参股投资，到时候我都给您分点利息。50万啊？这50万我没有。我算一算，大概应该有40万吧。40万也行，40万也够了。莹莹啊，这可是妈的全部养老金呐，真的没问题吗？妈，您就放心吧，要是没有把握的话，我也不敢把您还有我那边的婆婆还有自己的父母都拉进来啊。他们都参股投资了，都参股了啊。啊，那好，妈就搏一把啊。啊，你等着我，我去给你拿存折。好啊，谢谢妈啊。洋洋，哎，你先喝点水。好。干什么啊？不是，你真的打算把这点积蓄都投进去啊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想说什么？叶莹这孩子太好强，你这样看着有点心里不踏实。你说你不劝劝他，你还把这个你。那好强有什么不好的？好了好了，你就别管了啊！我相信这孩子，你看他生完了帆帆，就去上班，没多久啊就提拔为经理，是多能耐呀！不是，这事儿跟那两码事儿。好了好了，你就别管了啊！你说那舞蹈团转让出去以后吧，我就光靠那退休金，就没有别的收入。我正想着能多挣点钱，给可可留着。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干嘛要放过啊？不是这个东西它有风险的。哎，慧玲，慧玲，
这都几点了，现在还不回来？他说是出去溜达溜达，没准啊又去弹琴了。嗨，练琴也没事，胎教嘛，这不是音乐胎教。咱就不能在家练吗？这在家不是挺好的吗？听听音乐，这怀着孩子在外面到处走，这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呀？哎，你妈说这个你还真得重视啊，那万一有个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得跟可可好好说说。嗯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下午在叶莹那儿告诉我们说，他妈他爸都不知道怀孕这事儿，然后跟我说我还没想好呢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可得跟他好好说说，这我们俩的话也不好说。亲家，嗯，我这可是把全部的身家都给你们了。嗨，亲家，你放心吧，这要没有把握，也不能拉你下水。啊，是啊，我相信你们。不过这个项目有点担心。哎，你说这个项目肯定没问题是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，妈。啊。这样吧，还是给你打个借条。按咱们原来说好，在今年之内啊，连本带利给你50万。啊、不用了，是啊，写一个吧。应该写一个。姑娘，嗯，来来来，你也签个字，这让你婆婆放心。哎呀，这真的不用签了。哎，签一个。哎呀，我姑娘说了，说是这赚钱的活啊。这让谁参股，谁都愿意。我来给我报，啊，你说这个有钱大家一起赚吧，这个买卖是谁参股谁挣钱，啊，你拿着，拿着吧，妈。哎呦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可可。咱就不能不背这东西吗？啊！饿了，接着吃。爸妈，徐航，我想跟你们谈谈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关于孩子的事儿，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。我不希望生活把我逼得这么仓促忙乱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。等我想好了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妈妈的，我也会为了孩子放弃很多东西。可是我现在真的有很多很多事情还想去做，我还想再去追求我的巡演梦想。不行，可可，所有的事儿妈都能听你的，但这回你得听我的。你现在已经怀孕了，非不要，对你对孩子都不好。这你要是再怀孕了，那宝宝就输在起跑线上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同意。可是现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了这个孩子，我觉得对他以后也不好。妈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就别再劝我了。先洗手吃饭吧，啊！你要干嘛去？徐航。
快追呀！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？哥，哥哥，我说你深更半夜的这是闹什么呀？有什么话不能两个人好好说？你现在这折腾，孩子在肚子里闹呢，快跟我们上楼去啊！没事儿，我就想在这坐会儿，你们先上去吧。这深更半夜的，你跟我们上去吧啊！你别担心了，我坐一会儿就上去，你们先上去吧啊！算了，让他好好想想吧，也许想想就想通了。你把我的吉他藏起来了，对吗？对。你心口不一啊。你可以不支持我的理想，但是你不能左右我的生活吧？你肚子里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。我今天要不强制你，你永远不会做好生孩子准备。我肚子里的孩子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吧？你凭什么要强制我的生活？我现在还年轻，我什么时候该要孩子，什么时候该养孩子，这条路该怎么走，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。说的没错，都在这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全家人都在看着你，你不能只为自己着想，你懂吗？你是在操控我，操控我的生活。即使你是我的丈夫，你也没有权利这么做。所以你怎么说吧，我现在这么做是在保护我们的孩子。你现在也许会恨我，但是你早晚会明白，我是为你好。听着这么耳熟啊？什么？这番话你都学会了，藏我吉他你也学会了，我妈对付我的办法你都学会了，我一直以来执着追求的，现在变成了我苦苦挣脱的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就别送我了，回去吧。没事没事啊。爸，哎，您看您这次走得这么着急，连翻翻也没见着。嗨，这回不见了，下回吧。反正是过不了几天，我又过来了。哎，爸，你走这么急，你是不是要回去借钱啊？钱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，我来想办法。爸，这些天啊，这心里头一直合计着怎么能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。就上次喝酒的时候，我听你周叔说。他们的货都是从浙江进的，我就想，这浙江离咱这也不是太远，他们有好几家生产木地板的大厂，我心想啊，就租一个车，直接从他们厂家进货，这样能省更多的钱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租个车，然后再雇个司机去那边拉货？不雇司机，我合计着，你要是雇司机，他是给你按趟算，咱们把车租过来。我自己开，这样一天能跑一个来回。你自己开啊？能行吗？这有啥不行的？爸有本儿，年轻的时候爸开过好几年的大卡车。哎呀，我赶紧回去了，让你妈给我准备准备。我说这两天我就尽快出发了。能不能慢点啊，爸？行了，你放心吧，没事儿啊，回去吧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，爸！我知道，走吧，走吧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回去吧。嗯，好。哎，走吧，好。丁力，
可可姐。哎，小云，你是来做检查的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来做检查。哦，哎，要不要我跟他们说一下？要不然你这么等会等很久。不用不用，那个马上就到我了。成。嗯。戴可可。姐，小手术一会儿就好了。手术？他做人流了。啊，你不知道啊？没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是问宝宝。嗨，他那么小，知道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二院。
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行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我去收拾东西。干嘛呀？哎，你们这要干嘛呀？你甭管。不是，哎，你也得想好住哪儿吧，是不是？你收拾收拾行，可以。那等我明天出去给你们找地儿，行不行？干嘛呀？这都是。你出来干嘛呀？你不用打的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别管了，你回屋台上去。客厅有风在你吹着。你怎么说现在是坐小月子的人？坐小月子？你们好意思说呀？人家别人都高高兴兴的坐月子，当婆婆的累死累活，她愿意，她心里高兴。你们可倒好，好好的一个孩子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哥哥，你跟谁商量了？那就是你一个人的孩子吗？啊？那跟徐航跟我们俩没有一点关系，是不是？你的心是怎么长的呀？是石头做的呀？那是一个小生命，在你肚子里那么长时间，你想不要就不要了，啊？你怎么那么狠啊你？我真是看错了你，我以为你只是任性，我认为你只是娇气，我觉得你心还不错。你说不要这孩子就不要了，啊？你对得起谁呀？我问你，人家别人都是家里出事儿，是出了意外，人家家破人亡，你可倒好，自己做你自己。你说不要就把我们家的小孙子给弄没有了，你太欺负人了。就惯他，惯他吧。如果不是你惯着他，能成这样吗？我当妈的还怎么样？我哪个地方做的还不好？那么好的一个孩子，说没有就没有啊！我跟谁去说呀？